大法官，什么叫如同写在额头上，一看就知道呢？怎么样陈述才生动？学者直接把便利纸当符咒贴在额头，试图说服大法官得像这样重大瑕疵才叫违宪，连大法官都忍不住笑出来。宪法法庭针对国会职权修法释宪案 Round 2 朝野激战言辞辩论，但学者才建议别管细枝末节，大法官直球要两方和好。关系专家学者，我可以发言？我并没有所谓的扣印你，总统不来好像也不能怎么样。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请问啊，双方有没有和解的可能？但恐怕无人领情，在野党使出道具辅助后，另一头也火大，用魔法打败你的魔法。如果有一个部会首长恭喜林洋台湾之光，不过同时他要在他的微信也写说恭喜林洋中国人的荣耀，我们本来就是中国人，不然是什么人？好，请问不然是什么人这句话是不是反咨询？讽刺国民党立委翁小玲微信发文，林洋配卫冕冠军是中国人的骄傲，把实施议题搬上宪法法庭，而轮到大法官询答时又引发激烈争辩。现在你的意思是说用公开直播来取代议事，这样子是不是有可能剥夺掉了他们少数立委申请释宪的权利？我刚才有一个问题是这样子，你还没有回答到。其实我刚刚已经回答了有大法官的问题啊，虽然可能你觉得不满意。今天我们之所以今天可以坐在这里，不就是认为他们是少数反对的立法委员吗？三位没有回答到问题，被黄国昌一一的回访。而宪法法庭下午场国院党诉讼代理人又抓着调查权侵害人民自由猛攻，对于核心性的辩护都写不出来。你们要怎么确保立法委员调查权行使跟听证过程可以保障当事人的这样法律程序？历经马拉松8小时言辞辩论，朝野唇枪舌战，但有没有可能在大法官任期将届满前提前公布答案，还有待后续揭晓。华新闻综合报道。Hello， 我是雷亚，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